现在呢，人在桃园，要回木栅去接我们的家人，属于很大的家人，又胖又多毛。Let's go， 去接我们的家人。带走。哇！他入座了。来，坐进去。有点拥挤呀，没关系，还是可以的。Go。好啦，我们的家人都上车了。后面这两位，小泰的爸爸跟妈妈。这个呢，比较黄的是妈妈，这个呢是爸爸，欢迎他们哦，后座都塞满了，蛮拥挤的，后座都塞满了，耶！等回桃园见，拜拜。